请杰飞出场。好，杰飞他说："啊，老师不要，我弹得不好，不要录。"我就说："不会啦，先录一次看看吧。真的不好，我们就换下一次。"比刚刚又更好，我刚刚就问杰飞说："杰飞，这首歌是不是阿公在旁边盯着你练，对不对？"没有，他就说什么？没有，真的没有，不然你自己去问阿公。啊，对呀、啊，啊，所以我问了你之后，你说什么？你说我自己练的啦。我说真的吗？你有这么主动自己练习哦？但是我只有练两天。哦，就练两天。好了，每天练的话就更厉害了，好不好？